糖耶。哦，是我自己做的哦。哇，自己做的，你好厉害哦。洗手的五步骤有哪五步骤吗？吃、冲、冲、捧、擦。哇，你们都会。然后吃完东西的时候要怎么样？擦嘴巴。还有擦嘴巴，那要不要刷牙？要，对不对？不然蛀牙可能就会怎么样？牙齿就会变黑黑的。我会变黑黑，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牙齿。小朋友。你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吗？松饼。为什么你们知道要做松饼？因为我们看到松饼机。看到松饼机，怡静老师呢是来介绍今天做松饼需要用的材料，有什么？鸡蛋，还有呢，松饼粉。松饼粉。那这个呢？还有，如果你喜欢吃蜂蜜口味，你可以加什么？蜂蜜。还有这一盒是什么？水果。你也可以加什么？水果。还有草莓果酱。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，你都可以加。先怎样？打一个鸡蛋。好，然后呢要怎样？搅一搅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要加什么？牛奶。刚刚没有搅拌均匀了。搅，这个时候要加什么？松饼粉。刚刚有没有比较粘稠的？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哪里？松饼机就变好吃的松饼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想不想自己烤看看？想。还是进风掉。我们等一下烤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，这个会热热的哦。知道吗？也会烫烫。对，所以你的手要小心哦。没有。那你可以看哦，这个是什么粉？松饼粉哦。你里面有看到一粒一粒的粉吗？没有。要把它搅均匀。然后这样等一下烤出来才会好吃哦。有没有粘稠的感觉？有没有香香的？你看看。香香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松饼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热了。这个快熟了，因为这个快一点点，对，再等一下哈。我们来看我们的材料，可以摸。好，我们来闻闻看哈。你做好，你做好。牛奶。牛奶？你怎么知道牛奶？这我喝过牛奶。等一下，我来给你。一进来闻闻看。草莓果酱的味道。有草莓果酱。加，我们来加了。我们轻轻的弄它才不会。你不要摸加草莓。加进去，没有大，那个要加一点，关起来，要记得把它扣好，然后我们等这个灯不见了，我们就可以打开。哇哦，你觉得够了吗？好，滴了你了，再用一用。哇，你喜欢填满的呢，跟虎虎不一样。我不要加蜂蜜。
我不要加东西，好香啊！慢慢加，那不要闻这边，很香哎，好香啊！那我们换一下，这好像是鸡蛋糕的味道。好，你已经快要亲到。是还是草莓？什么味道？草莓。草莓。那不是像草莓？好香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黏住了，那你把它盖起来。然后我们的烤焦了，盖子可以盖起来。烤焦了，我们还有，我们的商品还有，我们的黏住了，我们的商品快掉。我们的黏住了，快掉了，快掉了。都黏住了。我们刚才说这个是谁的？这是谁？补补的，这是谁的？凯森的。我烤焦。凯森。应该可以。应该真的教你。你看。你看他的脚泥。有没有？你的完成了。轻轻的。手拿好，你手拿好。请你把穿戴收好，赶快。我们的是企鹅，放一件呢。那怎么？我们的是狗。好，你觉得够了吗？够了，放第一件的。好吃。妈妈，这谁的？因为老师可以直接吃。慢慢的就可以了。先不要摸，先放着，等一下再让你加水果。哇，这个快要成功了。对呀，你的成功了。对耶，我们这个成功了。小小的，很想要偷吃。往上领，对。好啦，你可以偷吃它。我也要一点点，加一点点。企鹅可以，放在这里。企鹅这个都有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的，有肚子，有企鹅的肚子，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你看，两个羞羞的吗？怎么戴个眼镜？我没有。眼镜，你回去你的位置，不要，你回去你的。没有，还不用换，没关系。对，盖子还要。好，那你把它收好。可以，你的手要负责。轻轻的哦。点点就够了、哦，好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们的